下面我们要来数一数花簇的数量。每个花簇就是这样一团生长在一起的花。下面我们要来数一下每棵树的花簇数量。果农需要在花刚开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，这是因为花完全盛开了不好数。花期的前三周之内，花还是粉色的时候好数一些。下面咱们来看看这棵树，你来数数这根侧枝上的花簇数量，先数这个、这个，然后后面这些，或者你也可以从这里开始数。你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不用着急，好吗？要数对。你数这个了吗？做个标记，你就知道哪簇花是已经数过了的。比如现在要标记这边的花，这簇花是第四簇。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，在这边做个标记。你看见这个了吗？这边比较好，把标记过的花簇从那边去掉，至少要上两个环，因为可能有风或者其他的外界影响因素，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标记不会掉下来或找不到。今天或明天都可以做这件事，化学蔬果之前都行。在化学蔬果三天内不要去数花簇数量，到三天后再来果园里找到这五棵树，找到那十五个记号，进行下一步的测量。Cuando uno los marca y los mide，测量小果的直径需要花费你2.5小时到3小时。以后你6月2日再来查看这棵树的时候，就不用标记小果了，只要测量直径就行。田间工作会少花一点时间，下一步只需要测量小果的直径。今天你是第一次测量小果的直径，因此今天田间工作的时间会长一些，但是下次你只需测量那些已经标记过的小果直径，所以会快一些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你必须测量同一位置的小果。下面我们来量一下这个小果，看看读数。这个小果直径是3.17毫米，总是先量中间这个最先发育的小果，这个小果就是你需要测量的。拿好，现在读数是零，仪器刚刚校正好，这个电子测量仪没有那两个好用。8.7毫米。7.59毫米。请注意，他正在测量的有正确花簇编号的小果。